事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983页啊，983页第三行，转向教化啊，经文呢接着前面来的，请看经文。尊卑男女眷属朋友，转向教育，自相悦见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我们在这一品性如品得宝，内容非常丰富。师尊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无痛无烧，前面所说的这是业因果报，不能不知道。佛非常慈悲，应化这世间，为的是教化众生离苦得乐。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造无恶，这个无恶就是无戒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、这个五条，佛告诉我们前面四种属于性罪
啊，你要是犯了，本身就是罪，罪恶。酒这一条呢，叫遮罪。遮罪啊，是防御。前面四种恶，酒喝醉了，自己做不了主宰，很容易就侵犯了。所以佛把饮酒也定立为众戒之一。啊，这个无花报是痛，果报是烧，无痛无烧啊。世尊一生讲经教学，每一次讲演都提到这个问题，可见的它很严重，造成巨大的灾难。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今天，愈演愈烈。西方人的记载，释迦佛距离我们现在是2500多年，可是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，哪一种可靠呢？华严祖老居士告诉我们，古人的比较可靠啊，因为从汉朝佛教传到中国来，那个时候去佛还不远，传过来是正确的啊。外国人所说的2500多年，是古印度佛去世之后每一年点一点，数了这个点2500多点，众生点，古来这是世世代代相传，就是这个不可靠，因为印度曾经被外国占领过啊，是不是每年都点不可靠啊？所以中国古大德包括前一代的老和尚啊，像虚云老和尚、地仙老法师，他们都用中国历代传下来的3000多年啊，3000多少年我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是3040多年。实现在实现呢？为什么？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利一切苦，得一切乐。苦乐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迷了，
就是苦的来源。觉悟了，就离开苦了，就脱苦了。啊，所以佛教的教育，始终都是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会觉悟吗？肯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就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是佛说的啊。本来是佛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迷了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这是佛在经上讲，众生怎么迷的？迷在一念不觉。这一念不觉是什么时候？很难说。每个人不一样。有些人可以说在无量劫前就迷了。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醒过来。啊，迷的时候用的心妄心。啊，妄心是什么？贪嗔痴。觉悟了用真心。不贪不嗔不痴。到哪里去找？古时候有，现在找不到了，也许还有。这些人住在深山里面，人挤不到的地方，他在那儿修行，我们可以相信，不但有人真修啊，深山里面还有菩萨、罗汉，五台山文殊菩萨，确实有证据。华严祖老居士在《进修捷要报恩坛》里面说了一段故事，佛家叫公案。有一个出家人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，但是他不知道啊，他登山的时候，在半路上看到旁边有个洞，上面写了金刚洞，他就走进去了，看到里面是很大规模的寺庙啊，里面还有好几百人。跟文殊菩萨见了面，不知道啊。到他晚上离开的时候，走到一个居士家里头，天黑了，居士留他住一晚，他就住在那边。他就问这个居士，五台山有多少出家人？这位居士就告诉他，五台山住的人不多，常常有人打千僧债，就是供债，
一千个人，公司一千，都凑不起。全山各处凑都凑不起。他说不对呀，我刚才上山看到一个金刚洞，我到里面去，那里面就有七八百人了，怎么会凑不起？他说哪来的金刚洞？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了，没听说过。那他说真的，我不是假的，我刚刚从离开的那走到那儿，争论不休，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没有。啊，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挂单的一个出家人，听到这个事情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遇到文殊菩萨了？”啊，这个人听到这一句话，这才醒悟过来的时候，痛哭流涕。啊，再去找去，找不到了。啊，像乌达国师害得人面疮，啊，也是遇到一位阿罗汉，帮他与人面疮结治好，啊，回头再看看地方没有了，所以圣贤住的地方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啊。我相信中国不少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这一代的中国人是特殊的缘分，不正常啊！所以。真正诸佛如来大修行的阿罗汉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只要有他们住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这边纵然有灾难，不会很严重。他们的威神福德保佑这些方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现在有没有？我相信有。九华地藏菩萨、五台文殊菩萨、峨眉普贤菩萨。啊，还有一位南海观世音菩萨在舟山，我们对佛菩萨不尊敬，没福，在地球上见不到，这就是所谓的业障啊。我们的业是不善业、罪业，所以虽有圣贤佛菩萨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见不到，他们冥冥当中加持我们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佛门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到这个世间来，业力来的，啊，总算还不错。得到人生呢。啊，虽然这个时代灾难很多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可是
我们还是遇到善知识，遇到正法，尤其难得的，我们遇到净宗，遇到这一部《佛说大乘无量寿》，庄严清净平等觉解，这话怎么说？《无量寿经》有五种原译本，《大藏经》目录上是十二种，其他的七种失传了，现在还剩下五种。十二种，七种失传了，剩下五种。这个五种本子版本不相同，内容差别很大，所以宋朝王龙书发心做汇集本，称为《大阿弥陀经》。这一部经，《大藏经》里都有。清朝晚年，魏博生居士也做了一部，非常可惜，这个汇集被后人批评的很多。汇集跟翻译不一样，翻译可以用自己的意思，汇集不可以。那么这个弊病，王龙书的本子上有，魏博生的本子也有，用自己的意思把经的原文给上改了，这是很大的忌讳。所以民国初年，好像是抗战时期，夏林区老居士法院重新汇集，先后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经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用的他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的汇集状况没关系，大师有一篇序文写得很长，介绍得很详细，学无量寿经这篇序文总要读几遍，了解这个法脉的红船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遇到就要像今天经文上所说的，要转向教化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为往生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人要有智，这是大智。今天人把圣贤教诲忘掉了，有许许多多人一生当面错过，遇到了不相信，缘错过了，善知识少啊！我要是不遇到李老师，可以说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。善知识
真的难遇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转向教化了，这就非常重要。我们学了，要教别人。佛法讲缘分，有缘来集成，就要认真去教导。功德无量无边呐！啊，在我这一生学佛过程当中，方东梅教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入门。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我们那是学哲学，不是学佛。啊，他加上这么一个单元，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特别是这一句话很中听的，这到哪里去找啊？人生最高的享受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？自己给自己庆幸啊，这样入了什么佛门。学佛真的要看机会，机会就是缘分，你有没有机会遇到真正善知识，真正的老师。老师真肯传给你，真肯教你，啊，我离开方老师之后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也非常慈悲，给我约的，那时候我有工作要养活自己，生活非常清苦。啊，星期天有时间，只有每个星期天去亲近老师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啊，至少有一个小时留给我的时间。我这一个星期当中所读的经书，有疑问的向他请教，啊，学习状况要向他报告，三年，张家大师圆寂了。我跟他的时候，我26岁，他老人家是70。
哦，不是，65岁。他走的那一年68岁，不到70岁。以后，我亲近李老师，跟李老师10年。李老师给我约法三章，专门对我的。他的学生很多，我都问问大家，老师有没有给你约法三章？没有。到后来我才晓得，只有我这么一个。真有效果，遵守老师的教诫，这条路走出来了。今年66年，净土法门叫难信之法，真的，我就是个明显的例子。我跟李老师前后大概学了有20多部经了，真的是法系统啊。也应了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享受不是地位高，不是有财富，与这个不相干。法系充满，佛法里说的法系充满，越学越欢喜。正宗我对他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没选择这个。最欢喜的是华严，是楞严。这两部大经我确实下了功夫。楞严经李老师在台中讲一遍，1年的时间，整整1年。我一堂课没去，最后老师楞严讲完了，我们请他讲华严，华严经长，我们的希望让老师常住世间，这经不讲完总不能走嘛。他也有这个意思，没想到经没有讲完他走了。以后我离开台中，周家林居士接着讲，也讲了几年。周居士也走了，是我们的好同学。我们两个人跟老师学经教，徐显明居士学古文，江义慈居士学唐诗，
都有成就，老师多才多艺，我们没有能力学他，那样的才华学不到啊，我们只能学一样，还算不错，一样啊，很难交卷。这缘分呢、啊？现在到哪里去找李老师？找不到了。啊，你来找我，我跟李老师比，有很大的差距，比不上啊。啊，在华严我是下了功夫讲华严，80华严、40华严同时讲，一个星期讲3天，那个时候我记得1天是1.5小时，没有录像，有录音，讲到40华严，善财53忏，我在40华严最后看到文殊普贤求生净土，这两位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，看到这两个人发愿求生净土，我就很认真地重新考虑，把净土的5经1论找出来，用心去阅读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华严放弃了，专修净土。那一年我85岁，时间不长啊，发了这个心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净土法门易行难行，我就是一个好的例子，这法门容易，跟其他的法门，就像84000法门做个比较，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都没有把握，但是这个法门有把握，他的条件很简单，真心，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有发48愿度众生，这个度众生当然包括我们都在内，只要我们能信，发愿往生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。你看，就这两个条件：信、愿。再加上一个念佛，念佛不拘多少。偶业大师说得好：“净宗这个法门。”能不能往生，全在信愿之有物。你真心真愿，你决定往生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念佛多少，
那是讲功夫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不一样。啊，如果你不计较品位，只有信愿，一声佛号、十声佛号都能往生。这一部经可以给我们作证的。我们今天采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注得好，都是再来人，都不简单。啊，老居士，我跟他很熟，我们曾经多次见面。啊，多次我在大北京就向他请教。他老人家也走了。今天我们展开经卷，看到阔主，就想到这个老人。这个老人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，啊，跟李老师一样，李老师也是宗教都通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回到课题，转向教化。请看经文，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，自相乐见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祥。注解是黄念老居士的，转向教育，与诸亲友转向教育，则为利他。我们除了自利之外，要记住，佛度有缘人。我们把这个法门，把这个经，这部经介绍给别人，他要修成了，要接受了，幸运持名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成佛。谁度他的？你度了他了。度一个人成佛，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，你还能不往生吗？啊，肯定往生。为什么？他报恩呢，到你临命终时，他跟着佛一道来接引你，他会告诉佛，我能到极乐世界全靠他。啊，他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我才能到极乐世界。这就知道转向教化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决定不能够另法。自己修这个法门，不肯告诉别人。啊，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别人，他成功，我有保障。啊，帮助人念佛往生，人越多越好。啊，这利他。下面这一句也是经文，若不说法度众生，
世界无能报方啊。这个我们要记住，欢喜说法，你说一定要修，你自己通达经教，不能够依教奉献，那就难了。啊，玄奘这个法门经要常常念。古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，我们能不能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，我知道同学当中有一位他念了两万遍，我问他你用多少时间，十年，难得他如果是不退初心，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必定得生啊。啊，所以读诵非常重要，演说非常重要，读诵是自利，为人演说是利他，自他两利也，跟佛同心同愿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下面接触自相热切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有这三句，热切又言熟练。就是前面讲的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就这个意思。佛的教诫不要忘记，时时刻刻记在心上，时时刻刻表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这叫端啊，端心敬宗这个法门，端心就是心上有阿弥陀佛，身礼佛，口念佛，心想佛，三业精进呢，这就是端心端身的意思，和顺义理，为言行举止习皆合于义而顺于理，合于义动之先矣，顺于理自然终结。这两句话念老在此地劝我们特别提出来啊，合于义，义就是义理，常常我们连起来讲，这个地方把义跟理展开啊，我们言语我们的动作与义，义是应当做的，啊，应当做的，这叫义。
啊，离自然终极，义理是有节度的，不能过之，也不能不及。啊，不及是失礼，超过了也是失礼。啊，比如现在礼戒里面最近礼是三鞠躬，你要四鞠躬就过了，不合理。啊，你我只两鞠躬，两个鞠躬没到，不够，也不合理。啊，所以这个顺于理，自然终极。啊，理叫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啊，礼佛三拜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见佛恭恭敬敬的拜三拜，不是拜给佛看的，是自己对佛的尊重恭敬。啊，佛不在了，塑的佛像都这么恭敬，如果佛在世当然没问题。啊，欢欢喜，诸经之末多缘，皆大欢喜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你为什么学佛？佛叫人欢喜啊。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都是皆大欢喜，坐立而去，不是普通的欢喜，大欢喜啊。跟论语第一句话一个味道。为什么要学孔孟？为什么要去学颜回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不亦说乎，就是皆大欢喜。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这一生活得很幸福，活得很快乐，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？这个与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也不相干。财富地位是命里有，命里没有不能强求。啊，你看孔子跟孔子的弟子们，他们都懂这个道理，他们不强求。啊，有也不拒绝，何乎礼义也。啊，皆大欢喜，最高享受，幸福快乐，圣贤人给我们，佛菩萨给我们。你只要肯学，你肯定得到。啊，欢喜，乐，安乐，慈孝，所以上慈下孝，父慈子孝，一家多名利。一家都是佛弟子啊，底下举经的例子说，如经云：“我爱汝等，胜于父母念子。”这大慈，佛对于众生，对于我们爱护，真的超过父母。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幕后我们来看念老这几句话。
六道众生见过父母，誓愿救度是为大孝，我们要不要学？我们有没有看六道众生像看父母一样誓愿救度？这话是比喻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，一点都没错。你慢慢去想，你越深入，你越感到是真，句句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的。一大慈故习练得乐，是乃菩萨之大行，一切欢乐慈孝之真实意。再者，未能转向教育，这是佛对我们的教诲。必先以四摄，摄受众生。四摄法的挂壶里都有，不是对于物质生活要常常照顾，照顾到要关心到。才不是最重要的，是法不是，财法都要不是，常常不是。好啊，啊，四摄摄受众生。第二个爱语，爱语是真正关心。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力行，行是我们自己心行，决定对他有好处，对他有利益，叫力行。同时我们共同干的事业，哪一桩事？传佛的教法，教化众生同归净土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老师，在老师会下肯定成佛，我们的功德大圆满了。大圆满不在这个地方，娑婆苦障难多不容易，到极乐世界无量寿，早持都是圆满成就，这就对了。希望同学们决定不能放弃啊，这才真正叫离苦得乐啊。今天我们在此地，使命是续佛慧命，是为往生及绝学，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丢失，要丢失对不起我们的发心啊，对不起这么多人护持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同学里面有很多全给奖学金，奖学金从哪里来的？全世界的佛弟子捐献出来的，这个恩德多大啊！他们捐出来欢喜，希望我们成就啊，希望我们能承传佛法，他们就功德无量了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